像跟整体有一点内讧。我觉得今天还是把焦点放在写真集上面会比较好。对，我今天穿得非常的保守，应该说我近期都穿很保守，对，想说换个风格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去年的我就已经出过了，那今年的部分可能是还会再出年历，对，目前的规划是这样。指一下，就是 Q 到谁给谁嘛。啊？突然不知道讲什么了。很开心今天可以跟这么多台湾这么多漂亮又美丽、身材又非常好的网红出席这天媚娘儿所办的百大网红活动。那也谢谢主办单位可以给我们这个机会给。就是台湾的粉丝朋友以及喜欢我们这些网红的朋友们看到我们最有自信、最有自信且最漂亮的一面，这样。对，我是蕾拉，你好，大家好，嗨。那这份专辑有写真集有什么特别吗？这一次媚娘儿的百大网红写真集，我觉得最大的突破点应该就是，如果有买来看的人，就会发现说，所有的网红们他们的风格都突破以往的风格。然后制作单位在拍写真的时候，也在服装的设计上面也花了非常大的心思，所以会看到所有的网红其实都跟以往不太一样，对。尺度的部分，因为我不太清楚其他网红，但是就我所知，制作单位是非常贴心的，会去询问说，跟你沟通尺度上的问题，对，所以我觉得挺好的。其实我觉得不太需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每个人的特色，对。子涵有签了多少粉丝？没有算耶，不好意思。大概嘛，应该也有破百吧。对。还可以。是。是。目前都还在规划当中，对，是。没有哎，我都有在，还是有在上节目的啊，是啊。近期的规划，一切都还在规划中，先不好说。是。没有，目前都没有。对，不会，谢谢。那蕾拉好像跟整体有一点内讧。我觉得今天还是把焦点放在写真集上面会比较好。对。对啊。感谢。对，我今天穿得非常的保守，应该说我近期都穿很保守，对，想说换个风格给大家看一下，气质。我在写真集里面，我是跟厂商他们谈说想要走一个可爱的路线，因为我觉得我平常太常被说老了，
所以想要拍一点可爱，刚好那时候的发型是妹妹的，所以就这次在写真里面的风格是走比较可爱清新风。对，那自然这是百大嘛，那你会不会想要自己个人再去个人？个人的其实去年的我就已经出过了，那今年的部分可能是还会再出年历，对，目前的规划是这样。是好了吗？谢谢谢谢谢谢。